四个奖项：永续发展、生技医学、汉学和法治，等同于为诺贝尔奖六个强调知识本质核心的奖项，补上了知识运用于社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项目。这个奖项也在鼓励这个学术工作者往这个方向去有突破创新的这个发展。那年轻的人呢，看到这些堂奖的活动以及这个得奖人 的著作或者演讲，也激发他们的这个兴趣嘛，就有 往这个方向 来发展。所以它是有各个层面，那当然对台湾的国际地位的提升有相当的帮助。唐朝呢是一个融合性的，宗教上融合性，文化上融合性，民族上融合性，就是它大的融合跟大的包容啊，促使了一个唐朝一个璀璨的一个盛世。所以呢，我们就用唐奖来作为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名字。用唐奖的意思呢，是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